下呢，有機會啲大雨嘅出現。咁而今日嘅最高氣温咧，都會有27度啦。風勢方面就會吹呢個強勁嘅東至東北風啦。喺嚟緊嘅一兩日咧，我哋預計啊，華南地區嘅天氣咧會變得唔穩定喎。咁喺呢個雨量同埋雲量嘅預測圖可以見得到啦。嚟緊一兩日咧，華南地區咧有個明顯嘅降雨出現嘅，甚至咧有機會有啲雷暴嘅生成嘅喎。而我哋嘅天氣咧喺嚟緊嘅一兩日咧，整體都會係一啲多雲啦，同埋係有雨嘅天氣。咁而去到下個星期嘅時候咧，華南地區會受到一道廣闊嘅低壓槽影響啦。而我哋嘅天氣咧，整體嚟講都會係多雲啦，同埋係有啲驟雨啦。換句話講啊，嚟緊嘅一段時間啦，可能見到陽光嘅機會咧都會比較少嘅喎。好啦，呢一次嘅天氣報告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金粟花生油，浓香又健康。饮完中安益生菌液，能提高免疫力，增强体质。老字号老品牌，东莞中安益生菌菌液。我哋精心选料，我哋用心制作。金粟罐头，金香可口。升级生活，我张智霖推介二极七效飘香洗衣液。二极仲有5公斤家庭装，首创高端卧楼双出口技术，方便卫生，全家都啱用。